这样子看得到吗？转过来。哦，好，大家午安啊，嗨。我们今天中午要来吃麦当劳，因为我老婆去研习了，然后今天是假日的中午，所以我带彤彤来吃麦当劳。来，我们先来吃之前，对，我们都会先用这个麦当劳包包来换一下贴纸，看看能抽中什么。好，请按这个立即兑换。哦，劲辣鸡腿堡买一送一耶，可是这个是辣的，这个彤彤不行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台是我老婆的 iPad， 我们还有第二个机会。第二个就是我的手机的，这个用不到了。哦，然后第二次是我的手机的。好，麦当劳抱抱，看看抽中什么。一样，我们选这个优惠券，然后笑脸的欢乐贴贴纸。哎，它有点大，等一下我把它重开，它有点那个，我把它重开。哦，有点荡荡的，把它先重开。有了，按欢乐贴这个。好，换贴纸。好，千岛黄金虾堡买一送一耶，这个很好耶。虾堡，你要吃虾堡吗？好，那我们买这个虾堡。这个给你拿着，等一下给工作人员看。能不能拔一下？好吧，先把 iPad 收起来，这台是妈妈的。那我们两个都吃虾堡。走，我们买回去吃。对，我们买回去吃。这是一个。你可以吗？现在几分了？现在中午几点？1:08。1:08，对。4:25。好。我们排队来等待区。我们等待区再跟他离远一点，这样子。对，安全距离1.5公尺，社交安全距离。这不会一起插队吗？1.5公尺差不多几格？你有没有数一数？1.5公尺几格？1、2、3、4，4格左右。那我现在是在四格，差不多，我们现在是四格，可以了。我们到这边，你站在这个上面，跟前面是不是四格？差不多哈。八格吗？有这么多吗？这个是半格。半格是。那我们今天两个都吃虾堡，我今天跟彤彤都吃虾堡，我们抽中虾堡。然后我不知道全新卡有没有卖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就买一张。玩具有换吗？玩具。我会帮你问一下。有换吗？我帮你问一下，等一下爸爸帮你问一下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买一个，好不好？嗯。可是儿童餐还有。什么东西？可是儿童餐还有。对，儿童餐，儿童餐我们可以点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点加点一个鸡块的。我让黑掉了。爸爸来，屏幕黑掉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我的指纹才可以。好了，换我们了。你好。我抽中这个，对，买一送一。今天很多人抽中这个吗？对。哦。好。然后。对，然后。抽等一下10分钟哦。好。兑换优惠。不是还要买吗？买甜心卡。对，还有卖吗？甜心卡。好，那可以给小朋友选一下图案。没差，可以啊。你要外带对不对？对，外带。我想顺便请问一下，那个儿童餐，他现在那个书有换的吗？还是第一期的那个雄北极熊那个？5月1号，下礼拜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那甜心卡拿着。甜心卡还没有呢。哦，那要有。要有那个才能，对不对？好，甜甜卡。先结完会，开过抽屉，现在我没办法开。有了，哎，要加值，等一下，里面的余额不足了。那我加值200元，麻烦你，谢谢。你要付200哈？对，里面余额不足。等我一下，可以拿开了吗？我要付100吧。爸爸，哪里拿开了？还不行，还不行。我付100吧。工作人员说可以再，我们再拿开。我现在也是要图案的，好，谢谢，可以拿开了吗？还不行，好。
六块鸡块两份虾堡好喽，不好意思啊，点餐牌不全面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看看哪个。你要哪？你喜欢哪一个图案？你先拿过来这边。只能选一张，两种选一种。哪一种？对，那是薯条的。对，谢谢。不用，不用。拜拜。对，走喽，我们买好了，回去再吃。我们买回来啦，彤彤，你去帮忙拿两个盘子来。一人一个，好，然后我去端我们的香肠，我买回家吃，然后我就不用买饮料了，彤彤喝牛奶，好开心，来，快坐着吧。然后彤彤可以吃这个喝牛奶，彤彤喝牛奶，我喝水，牛奶喝水，对。卫生纸先给你一张。然后先多的摆这边，然后虾堡，我的，一人一个，两个人都是虾堡，买一送一的好处就是，等于是半价，等于就是你买一个，他就给你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洗过手了，我们刚刚回来就先洗手，然后有薯条，薯条，慢偷咬，薯条就直接放在你盘子里，慢偷咬，你看，好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。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刚刚在麦当劳买的甜心卡，这是最新的2020年的，我就顺便开箱跟大家分享。等一下我先接个脚架好了，好像有点低齁，如果要看开箱的话跟大家分享，把它弄高一点，用这个接一下这个手提，一边吃午餐一边看新版的甜心卡。这样应该看比较清楚。OK， 就这样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顺便也可以说明给彤彤听，彤彤想知道什么是甜心卡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平常常常在买麦当劳用的这一张，上面很多点点的，这个叫做点点卡。它的功用就是可以把钱储值进去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就刷这个卡片扣里面的钱就好。像我刚刚买的时候，爸爸就储值200块进去。而且它有个另外一个优点，就是你用点点卡买的话，你每买10元，它就会给你一个点数一点，然后一点这些点数累积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换麦当劳的产品，比如说。20点，这个点点卡里面20点就可以换一包这个薯条，小薯。那你刚刚是换的吗？我刚刚是换的，所以我刚刚这个薯条是没有花钱的哦。我们刚刚只有这个虾堡是有花钱，就是你用点点卡的话就可以这样子。所以10元一点，那我们要有20点，要吃多少钱才会20点？你算算看，10元一点，20点是多少钱？才会累积到20点。10元一点，100元是几点？会累100元会给你几点？200。200元就20点，对不对？就你就累积20点。就我们刚刚付了200元啊。对，这爸爸之前就累积很多了啦，说就用这个。累积了100多点的。对，这个是点点卡，知道了吗？下次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平常花钱用现金买就没有办法集点，他用这个点点卡就可以集点，所以也叫做点点卡，可以集点。这个还蛮推荐，如果有常常在吃麦当劳的话，一定要办一张，这样子积少成多嘛，他也可以换餐啦。不过大部分都是。换小鼠给彤彤吃。好，我们再来就拆这个2020年最新的甜心卡，它有两种图案，然后我们选的是这个彤彤选的啦，彤彤喜欢这个薯条图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薯条像吗？有像哦，拍咯，看一下哦，就这样，正面是图案，然后背面是它的优惠，它主要就是可以买 A 送 B，A 区里面有一些产品，你买的话，
就可以送你 B 区的产品。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念也介绍给彤彤听，好不好？买 A 送 B，A 的话你可以买咖啡，或是选择买奶茶、买大杯的汽水或红茶，或者是买麦克鸡块，买大包薯条，买玉米汤，买冰旋风，这是 A 区的哦。这边是要花钱买的，买 A 区送 B 区，那 B 区买 B 区会送 B 区是送的。如果你想买 A 就送 B，B 的话是免费的哦。买 B 会送 A 吗？买 B 不会送 A， 就买 A 送 B。所以你买 A 的话，你 B 的里面就可以选一个免费的拿。哇，有薯饼耶！对，免费的有什么呢？有雪碧，就是有一样大杯汽水，然后有红茶、奶茶，有薯饼，薯饼是要早上十点半以前早餐的，然后有冰咖啡、热咖啡，有小包薯条。有蛋卷冰淇淋哦，买 A 送 B， 就是这样。A 区的六个 ，B 区的六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就等于，买一送一，类似啦，哦，等于你可以买大杯汽水，很渴的话，两个人要一起和好朋友去的话，等于汽水买一杯送一杯。啊，或者是你临时想要吃点心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大薯，送一个大杯汽水也可以。或者是你会买一个鸡块送薯饼，送薯条也可以。我看过有人说一个比较聪明的买法，就是你可以单点他的麦香鱼或麦香鸡44块嘛，然后你再配他的这个买 A 送 B 的大包薯条送大杯汽水，就等于一般我们的套餐，麦当劳套餐本来是中杯汽水、中杯饮料跟中包的薯条嘛，那你等于是用一样的钱，就变成升级大包薯条跟大杯的饮料。因为价钱这样算起来是一样的，单点好像是单点麦香鸡跟麦香鱼好像是44块，然后你买一个大包薯条45。他送的跟喝的都是一样的，我比较不能。你比较不能，柠檬茶可以啊，饮料你可以选柠檬茶，柠檬茶小朋友勉强可以。嗯，因为我刚刚讲到一半，麦香鸡跟麦香鱼单点都是44，然后大薯。就是它这个 A 区的大薯单点是55，这样加起来是99元，然后你可以选送 B 区的大杯饮料，就等于你买那个套餐的麦香鱼餐或是麦香鸡餐，只是把薯条跟饮料从中杯跟中包升级成大杯跟大包，那这样有便宜耶，这样子就是有比较划算的吃法。然后这张卡片49元，49元其实一整年下来如果有用到个两次或三次应该就有划算到啦。像有时候我们跟彤彤出去临时要吃点心，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去逛百货公司又干嘛，都好贵，东西都卖好贵，就会吃麦当劳，像就有点过大薯送小薯或是冰旋风送小薯，也不错。就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哦，这两张卡片都是麦当劳必须的啊。我还有一张去年的点点卡也跟大家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去年的点点卡不是点点卡，去年的甜心卡。我以前没有在买这个卡。2019年，我以前没有在买这个的，是因为有彤彤之后我才开始。它也是 H 跟 B 区吗？也是 H 跟 B 区，它长这样 ，A 区在上面 ，B 区在下面。你是买 A 送 B 吗？买 A 对不对？送 B，买 A 送 B。哇，去年的也是薯条的。对，去年我也是选薯，好像也是你选的啊。可是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去年的图案比较好看，欸，去年的、今年的，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。记录一下啊，对啦，应该这样讲，今年的比较有设计感，去年的是比较走那种可爱风格的。看看我们能收集几张，现在出了我们就把它买下来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我们就开始吃。今天我们两个都吃虾堡。买一个要几块？69。那我们要是有两个了。对，跟一个35块。然后薯条又不用钱，然后牛奶是我们自己去大卖场买的大罐牛奶。那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几块啊？69块而已。还有这个，啊，花了49块再买一张这个甜心卡。我是说，如果吃的话，69，很划算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很丰盛，还有薯条。这
真的很好吃耶。而且因为今天妈妈不在家，晚餐妈妈才来跟我们一起吃，不知道妈妈吃饭了没，等一下再打个电话问她。应该还没，不知道，已经一点多了，一点半了。我现在是在吃啊。好啦，我就拍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好，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快乐，祝福大家，拜拜，那我拜，那你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拜拜。